这里有点饼干。饿吗？还行。你谈恋爱会给你爸妈说吗？不会吧。不会说什么？不会吧。哎，好像小时候大家都是瞒着家长。自从听过我姐的事情，就小时候谈恋爱被我妈打的事情以后，有阴影，再也不敢说，说什么说，而且还只是朋友而已。那男人就是在追她，只是跟她走在一块儿，结果被我爸看见了，回家被双打。其实我爸我妈说他们从来都没有那么默契过，就拿着那衣架双打。双打。